大家好，小峰。这视频就是狩猎大作《狂野之心》的对比测试 Steam Deck 与1800帧数表现。咱们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游戏看一下设置。スモークは来よったか。お主の腕の見せ所じゃぞ。
見事なものじゃ。獣の親玉は吹雪の先におるじゃろう。気をつけて行くがよい。
獣の親玉は古きの先におるじゃろ。気をつけ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做这里，大家点赞、投币、收藏是我新视频源源不断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。